莫名其妙就接了这种合法。嗯，然后刚才那 effect 你们会想要看吗？想要的话就做特别一个短片出来。然后呢，今天这个开头呢，我只是想讲，就是因为我不能做梦，我十二月就很想要拍片啦，所以呢就变成我不想要一个礼拜只有两部影片嘛，我想要超过两部影片。可是当然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还是只是限制在两部影片啦。所以呢，我在这个影片开始问你们，你们想不想看我一个礼拜超过两部影片？想的话就去投票。所以呢，决定权取决在于你们啦。然后还有呢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是想要让我今年突破1500订阅，所以这就是想要一直发影片的原因啦。好了，就是这样啦，前面想跟你们交代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开始进入影片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了。希望每天把我的喜欢并且分享，让更多人知道。如果想看到更多专业面，就记得订阅我哦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不妨到我的 Facebook page 按个 like 来获取更多信息。如果想追踪状态，是看我破些绯闻啊什么的话，可以到这 Instagram 去追踪我 follow 我。对了，记得 YouTube 的观众就订阅旁边小铃铛，你按进去的话，我播新影片都会第一时间收到。还有，不要忘记我们今年年底目标是突破1500订阅，所以赶快发在这影片给朋友看，然后快点订阅我。好了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